开梦。至于这个后边这个什么一言啊加加，明天啊，那明天见啊。那咱这个 demo 怎么写呢？写什么东西呢？啊，但是没标注是吧？没标注一下。今天我们要做的 demo 是完成我那个图书啊，这图商品吧，商品的一个列表。什么叫商品列表？有页面啊，这个页面啊，你们之前好像没见过是吧？我要搞一个啊，看一下，把它关上了的啊。然后在我们这个工程当中有一个叫页面，还记得吧？就之前跟我们之前页面是一样的啊，把它 Ctrl A Ctrl C 都扔到我这个项目当中啊，这太多了是吧？我再建一个吧，我再建一个啊。其实这个 Web 十七根本没什么东西啊，这个叫 Web 十七 T 这一 G Project 2.5 Finish。好，在下边我把刚才 copy 的页面都扔到 Web Content 下边，没用的其实你可以删掉，你不删也行啊。我这为那什么，我就把它删掉，我就剩一个啊。想带着吧，带着吧。我找一看，有个页面是不是有 Product List？ 看到这页面了 ，Product List， 再把商品的一个列表吧。OK， 那现在我把这工程发布一下。好，在这儿我访问叫 Web 十七。Project P R O 这一些句是吧 ？Project， 然后呢，下边不叫 P R O D U 的 Product 底杠 List 底儿加 P， 是这意思吧？回车，这个页面看一看什么意思 ？OK 啊，这个地儿是不是代表你商品的一个列表吧？是不是商品的列表？就你把你的商品的东西是不是读到这儿啊？但问题是你在上网的时候，是不是这像这种页面你经常用吧？是不是经常用？搜东西，就是有一商品，对不对？有好多商品啊。那现在的问题是，你这些商品的信息是在页面写死的吗？不是。啊，比如你访京东，是不是搜笔记本？搜笔记本。只不过人京东这个列表是比我们这稍微好看一点，是吧？这个京东这些东西，这个商品的信息是在页面用 A 下面写死的吗？不是。不是。这些信息是不是都动态的从数据库读的呀？对，同样我们今天要做主要是完成什么？主要是完成我这个页面的信息怎么从数据库读完再进行显示啊。这个怎么搞？这个想一下吧，对吧？想一下啊，咱画张图啊。首先你这有客户端，对不对？有客户端干什么？我去找服务端要数据，要什么数据？是不是要这么一个 product list CIP 的页面的数据啊？在我这个页面上的数据是写死的，那怎么办？我是不是最终有一个步骤，就是从你的哪个地儿 DB 数据库啊，数据库中什么数据库读取你所有的商品信息，对不对？读商品信息，读完信息是不是最终再给你显示，是不是返给我的客户端吗？但现在有个问题，你想一下啊，我读数据库的信息，我怎么搞？怎么搞？是不是用我们 DB Util 吧？用 DB Util 啊，当然在这儿我就可以这么写呢。你可以用我单独用我们今天学的什么一个 GIP， 我是不是就仿 GIP 呢？这 GIP 是不是我 GIP 内部是不是嵌什么嵌脚本吗？我通过脚本内部的那个 Java 代码去仿数据库行不行？可以吧？可以。那读到信息，我用 Java 就是这个 GIP 当中的那句项叫 out 干什么？输出，是不是输出到页面就 OK 了吧？对，这能明白吧？但是我今天不这么做，我因为今天我给大家稍微就介入一下我们这个 MVC 的这个模式啊，对，这讲的稍微多一点啊，多一点。什么叫 MVC？ 你想，我读数据库这个操作是不是纯 Java 代码？对，纯 Java 代码吧。我最终是不是给用户显示这个数据？应该说大部分都是 HTML 吧，是不是都是 HTML？ 中间有小部分是动态的数据，是要通过我动态去响应吧。所以在这儿我这么做，看着啊，我获得数据，但是我要写要什么？要获得你这个数据库中的那些商品的数据啊。这个我通过什么？我通过一个。行不行？
反正大家承认的，但位置他的优点是不是擅长写代码，不擅长显示啊？嗯，是不是这意思啊、嗯、？OK， 那在这我通过这个 product 上位的最终，比如获得数据呢？啊，获得什么？获得商品的数据，数据呢？比如说商品的数据，你说最终反馈给我数据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实际上是个集合呀，因为你想一件商品是不是就一个 product 对象嘛？有那对象思想嘛？一个商品是个对象，你说封装一些信息，对不对？就是它反映什么呀？是不是就是 product 的这个对象嘛？它代表一件商品，有多少商品？有是不是好多件商品嘛？所以用个集合。那现在数据获得之后，我最终是不是要把这数据给谁显示？给谁？给你的页面显示吧。页面显示，我可以在生力在这儿。生力这地方是不挨个一句一句 respond 加 write write 呀，在方便吗？不方便。但是我们今天学个什么东西？学一个是不是专门可以在进行页面输出时功能比较强大的什么？什么呀 ？GSP 嘛 ，GSP 它本身是个生力的，对不对？但是呢，它什么比较方便？页面输出时方便。所以说呢，我是不是用 GSP 进行页面输出？在页 GSP 在进行页面输出，这些数据是不是都是刚才从数据库得到的？从数据库得的吧？那数据在哪呢？在这儿呢。你看啊，现在问题是我通过 server gate 然后得到的这个数据，然后我要用 GSP 给用户显示干什么？显示这些数据，那你说怎么办？我用通过它访问它去得数据，最终它去访问你的数据库，是不是拿到数据啊？我最终是要通过这个 GSP 给用户是不是显示这些数据吧？问题是我在这个地方我标注一下啊，现在这有个问题，就是哎 server 那个中获得的那个什么那个集合的数据怎么交给谁呀 GSP 进行显示啊？怎么给显示？存到 request 域是不是就 OK 呢？你像我说对不对？对，它就是一个 server gate， 但是他讲过我通过它让它把数据给它，是存到 request 域就 OK 呢？所以在干什么？所以就有一个叫 request 域吧，就有一个叫 request 域，我是单独画到外面的，是让大家明白啊，你这东西其实是不是随着那个 forward 的方法就传过去了吗？存到 request 域，把什么传过去？集合，把你的数据吧 ，list， 这写个叫 product， 对不对？把数据存到域当中，到这儿，它是不是用脚本取出就显示给用户就 OK 了嘛？这是我们今天整个这个功能的一个图，二维图啊，这图大家能看懂吗？那现在我问大家，我需要干什么？首先第一步，我需要准备数据吧，所以我需要这样看，我需要编写几个东西在这儿。我首先是不是要编写这东西，让它准备数据去输出时候访数据啊，然后准备这个叫 product 这个 list 集合吧，数据准备好我存到域当中，然后呢我是不是在编写这个 GSP 进行页面显示吧？ OK， 那现在我就写上这一块是吧，怎么写？比如我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创建一个包，对不对？当然这个包啊现在我就叫一个叫 cn.h cast， 我还不用那个三层架构啊，等会儿我简单这么写，接个包，然后我是不是一会儿要封装一个实体叫 product 吧？哎，这干什么？我是不是也要建一个实体吧？啊，建个实体包，这个实体包就叫主漫是吧？主漫，可以吧？一会儿是不是应该有个工具吧？哎，这个工具叫优秀，对不对？优秀，优秀。好吧，然后呢从别的工程当中是不是导入我一些需要的东西吧？首先你这炸包是不是需要一些那个数据库访问的吧，跟那个 DB Util 的，所以你导一下，从我的第十几天啊，十五天啊，十五看一下啊， OK， 这有这几个都扔进去吧，DB Util， 当然 DB Util 不用呢，这几个是不是都扔进去 Ctrl C， DB Util 不用，高地也不用了，这三个吧放到我这个 LB 下面，然后需要一个 C3P， 比如一个配置文件吧，配置文件 C， 然后放到我这个 SRC 下面是吧，然后还需要工具吧， C3 是吧，我叫 DB Data Source 是不是优秀的，
放到这儿，可以吧？然后是不是还有实体吧？实体应该没有啊，之前没写个 product 实体对吧？那在这儿自己封一个实体，叫 product。看，书还没见呢 ，product。好，在这儿 ，private 是吧？那你这到底建什么实体？实体到底建什么属性？一般你来说根据这个实体表去建的，所以在这儿表也有啊，也有啊，哪呢？上一个是不是这儿啊？我打开。往下走，找哪张表啊 ？product 这儿是吧？这个表是吧？所以我实体建筑根据这表建吗？哎，这表建，你把它 copy 一下。啊，下边这没有，下边是主外建是吧？主外建这个东西，你先把它删掉啊，你先把它删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不涉及主外建，把它 copy 一下，放哪呢？先放到，我先把这表建一下吧，把表建一下啊，我就到这儿，建到这儿 ，Ctrl C。用你们的工具就行，把它打开 ，OK， 那你没用这东西，那且用这个，且不用黑窗口啊？那你觉得你这企业是用这样还是用黑窗口？用这样，肯定用这样，不用黑窗口啊，黑窗口太慢了。17啊，17，然后在这儿呢，我要查询创建，贴到这儿，我把这个主外建都干掉，主建我要是吧，外建我就不要了。外线这个我就不要 ，constant 这个外线就不要了，我写主线，可以 ，OK， 然后把它给改一下，50，然后改长一点啊，这改成50都，就行，可以吧 ？OK 呢？现在刷一下，表有呢，表有了吧？是吧？但表是没数据啊，找点数据，哪有数据？这有数据，哎，找啊，这 ，insert 是变 to 啊，哎，这数据很多呀。不紧张，太多了。图片不用存啊，图片你们虽然说学那个数据库，是不是那个数据库有一个有二进制吧？有 binary 是吧？就二进制可以进一个，可以就你数据库它是不是可以存一些二进制啊 ？blob 学吗？广告吧，没学过就不说这事儿呢。我们真正在存图片的时候，图片是存到我的服务器上，我的数据库只存什么？图片、地址，明白吧？只存图片地址 ，OK， 在这再搞一个，哎，这东西后期都会说，走，行，50条，是不是商品吧？啊，行，等关上吧。有呢，女装啊，女啥装啊？你不是说的？OK， 在要干什么？我是把这个，谁夸他们？好，把它 Ctrl C。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建什么？要建我的属性吧？我先去这些，先这些啊 ，private 啊什么 string，pid 吧 ，pid 下面是不是都是多建几个啊？这叫 p 那个商品的名称对不对？叫 market price 叫市场价格，这个上这叫什么呀？这是本店价格是吧 ？double。对吧？还有什么叫 p image 是什么？图片的位置吧？哎 ，p data 啊 ，data 我用 string 接行不行？啊，可以吧？你就都用 string 啊，方便嘛。然后还有什么呀？这个叫 input 是否热门 ？int 还有什么呀？描述吧，描述商品的一个描述啊。当然这个我们不必现在过多的在乎它呀，因为现在哎。后期我觉得这表会细说啊，还有什么呀？什么呀？是吧？标志 ，private int 吧、啊？是否删除这个？是否再加这个标志啊 ？pr 是否下架这个标志？还有叫 string 这个我们现在都不用管它啊，不用管它。我就按这个创建它的 get 语，干啥的？是没的，出去了不用啊，因为我不打开，我在页面显示，这是创建好呢，创建好就给关上了，关上啊。下边我要干什么呢？给我关上，就按照我这张图，我是要写这三类的，写一个，怎么写？在这儿吧，右键我就创建一个 server data， 比如这个呢就叫什么 server data， 叫 product， 叫 product list， 行不行 ？server list， 是吧 ？next。
改个名字 product list， 是不是这么写啊？我现在在这的目的很明确吧，干什么？干什么？准备数据吧。准备什么数据？准备准备什么？准备我这个所有的商品的数据吧。说完是不是就是返回的就是一个集合了？这个集合当中是不是存着我这个好多商品吗？是不是这东西？是，对不对？我怎么获得？我这需要接受客户端的参数吗？不需要，目前到目前为止不需要。我是不是就你访问我这三 A 的，我帮你准备是不是好多数据啊？还真搞这个，直接是不是查数据就 OK 呢？我在不分层，也不调方法，直接就在这写呢，叫 DB Usual 是吧？不是 Query Runner 是吧 ？Query 光想自己封装 QUERY Query Runner Runner 等于又一个 Query Runner 是吧？这我想给传一个 data source utils 点 get data source， 就给了一个连接池啊，数据。第二步呢？接口吧。get show from 表，哪个表？是大个表吧？没有条件，全查对不对？啊 ，OK。runner 点哪个方法 ？query。query 吧。哎，在这儿应该这个。哎，这不要参数是吧？社会有呢，问题是new谁啊？list 啊，长得都很好啊，对 list， 因为是个集合嘛，对不对？啊，现在我这要改成 product 吧 ，product product 后面呢 ？product 点 product 这么写是吧？哎，这应该是走慢的包，有异常对不对？哎，就别。换一下吧，换一下，它的反应值是不是就我想要那个集合呀？而且商品的集合叫 PLDC product， 对吧？我把它放到外面，行吧？放到外面，内部是不是要进行接收啊？是吧？弄好了，现在比如到现在我这个位置，你现在什么准备好呢？你商品的集合，这集合是不是已经准备？准备好了，准备好，你在这可以，你忘了 get right right 打印那个挨个打印，是不是你这个页面你发现这页面肯定非常复杂呀？你怎么打呀？太麻烦了，所以说你需要干什么？你需要将你这些数据存到哪个月 ？request 的月，然后呢？然后转发给谁？给我那个叫 PLODOCD 叫 product 底杠。点 DSP 干什么？进行显示，是显示？哎，怎么写？两步，第一步存到域当中，再找个 tree， 就名字就叫 PLDOCD product list， 这名字你叫什么都行了啊，叫什么都行。当然我这最好跟它一样嘛。这个，你看现在这个域当中存的还是普通的字符串，普通数字吗？不是，不是呢，是不是一个集合对象啊？OK， 然后转发。转发怎么转发 ？request 点 get request this feature 点 forward 是吧？这转给谁现在？这什么地址？服务器端地址吧？这是不是直接写杠上写什么就行 ？product 杠 list 我下面是不是有个 product list 啊 ？product 杠 list 点 cst 是这么加，这个数据就会传到哪？就传到这个页面吧。OK。怎么快速打这个页面啊？啊！我告诉你，当你工程特别多的情况下，你这页面是不是很多呀？找不着吧？但现在你很好，就在这儿呢。如果你想快速打这个页面，选中它 ，Ctrl Shift 加 R， 加 R，Ctrl Shift 加 T 是打开 ，Ctrl Shift 加 R 是打开资源，是不是这有啊？这呢？是不是这呢？但你这个干什么？这没有，也那东西没有嘛？这还过错呢？报什么错的呀？这没报错吗？有就是这样是吧？出风是吧 ？OK 啊，我打开，打开之后干什么？我看一下啊，你打开它之后，你首先先知道我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元素啊？找一下呗，把最小化一下啊，用我们的开发者工具，这东西刚才很重要啊，回去用啊。
这是那这一块吧，你看这是啊，这是不是那一块，它剩下的是不是都是小块组成的，它就是一个 DIV COL MID 叫 MD 这个不算自己二两份吧，找的是哪个，是不是这儿啊，是吧，你看后边是每一块都是两份吧，所以现在干什么，你剩一个就行，我剩一个当模板是把其他的干什么都干掉，都干掉 OK， 包括这个飞页再不要了，因为飞页我后期会讲，今天怎么会讲呢，先讲你听明白，来回到这刷一下，还几个，一个，是不是一个商品呢，但现在我是一个吗，不是，而且我这一个商品是写死的，我现在商品有吗，有，在哪存着呢，request 域当中有什么呀 list 集合，是不是有这么一集合，嗯，你可以看这代码是可以输出啊，什么意思啊，看着我是不是有 out 呢，你这么写小窗口暗号吧，写什么呀 out， 你首先不是先 out 的，你是不是要获得什么呀，获得，你应该获得那个集合吧，是不是获得它呀，这个这是不是每一个集合当中每一个 product product 是不是代表一件商品啊，我就获得它，我怎么获得 request 点 get 什么呀啊 tribute 有吧，名叫啥，你在这存着叫什么名字，我是不是取叫什么名字，我存着叉叉你取什么呀，叉叉叉 OK 啊，这是名字，反值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集合的类型吧，嗯 OK， 我在这儿，是不是导包啊，哎这个就这太这个恶心了，这个怎么导啊 import 吧，版号版号 at page， 别先别写 import 的啊，有那个 import 是什么用吗， import 是不是属于 page 下的一个属性吗，哦 im port 是 import 的，找谁 java 点儿 YouTube 点儿，行不行，还得找个人，我是不是还有一个 product 吧，把 product 给找进去， product 包在哪儿呢，啊 CN 是叫 CN 行不行，我见的 CN 是吧，我见错了，行 CN 点 IT cut 点儿 do man 点儿，行不行，是不报错呢，这报什么错，强转你需要，因为它存到鱼当中是不是你丢失了，我不给什么强转，这个讨厌就是第一手动是吧，然后呢每一件商品是不是每一个接单，每一个商品是不是代表这么一个 DNA 啊，我说这个能明白吗，每一个 product 就代表一个 DNA 是不是，这会吧，便利人集合吧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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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号啥 product list 是不是这样，然后是不是就拿到每一个商品，就是每一件商品的 product 后怎么写 out 点 right 输什么呀，你需要把这代码是不是都给输出一遍，来把它 control c， 就这样，我现在看着恶心点，不是你知道在这开发过程你知道什么叫痛苦啊，你才知道后边他这一后边那份钱是吧，啊这怎么写这个，你不 copy 吧，这句 copy 过去，但你可以把它写到哪，写到一行当中是不是可以啊，写一行当中啊是吧，然后后边这个也没是吧，我主要就让你看一下这到底多恶心吗，来把它 copy 一下，哎copy 一下 ctrl c， 还改收银单引吧，你就想美工当你这东西，你要是这么改的话啊，你这一天是不是你啊，这时候还有啊，还有在这 copy 一下，是不是写 A 啊，是不是 A 啊，再搞吗，下边走吗，嗯 P 吧，但你可以把它搞为一行啊，我说一行能不用什么意思，你说一行就这整个就这一行是不是出去呢，哎我也坚持不住呢这东西确实太那个啥了，这个是吧，哎这么搞呢，然后呢再搞，这是不是也放一行，可以啊，
放一放，啊，靠多少？可以一样，你是不是所有的放一行？行，没问题，没问题。那你的结构就没有了吗？就你看，不是结构，你看着是不是就不方便呢？那你最方便的还是人家这到底什么结构？你打的时候还是你结构，但是麻烦呢，对吧？很少有商人能坚持住，是不是打好了？现在你看着啊，我页面刷新谁？我来来，我直接仿制 CNC 行不行？我直接仿制普达 CNC 行不行？不行。没有最快的，看着啊，我把它发布一下啊，咱把它发布一下啊，稍等啊，我还得改点东西吧，我那什么没改，这没改了，现在第多少钱？十七天对不对？其他不变，我再将它启动一下。哎，同学，我这是仿制 CNC 是吧？你看行不行啊？哎，这什么错？不是那个，对不起，后面还有一个。不是，我这儿 ，pro 大的下边 ，pro 大 B 的多少行？四十八行，四十八行报错了，哪儿啊？这报错了，后循环啊！我知道报什么错了，你知道报什么错吗？啊，它是空的，它空指针嘛，但你那儿要做一个 if else 判断吧，我就不写了啊！你现在直接仿 CNC 不行的原因是。这它有数据吗？没有。Request 域当中有一个叫 Product 的数据吗？有吗？没有。没有。我刚才是不是要在这个 Service 的准备数据啊？然后再转发到这个地方进行显示吧？但是你这样，你这样来写全一点 ，if 谁不能空，我不能让报错，报错同学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哎，我把它 copy 进去。放这儿是吧？你再刷这页面，肯定不报错了吗？是不报错呢？哎，这不还显示一个？这没删是吧？把这个静态的删掉，刷一下。有数据吗？还没刷过去呢啊！重新发。哎呦，太麻烦。这个确实比那个 Magic 差远了。哎，这还没发布呢。行。还有数据吗？没，不是下边这块不是啊，是不是中间这点没数据啊？为什么没数据？是因为我们在代码当中从域当中取数据，域当中有这个有这数据吗？没有。有这个 product list 吗？没有。没有。这个 product list 是在哪放进去的？是在这儿放进去的吧？所以你这访问是不是得访这个 string list， 让它再跳转到这个 CIP 里面显示啊？哦，string list 不能直接访它，访谁？访谁？我访那个 product。意思啊，等会儿好像没有，没有是吧？没有，这意思是吧？是不是有呢吧？但有那时候这不对呀、啊，这怎么都一样的？数据是没动态显示啊？我告诉你，你说这显示多少条？数据库当中有多少数据是显示多少条？只不过为什么它都显示都这种？因为我在这是不是动态数据没改啊 ？OK， 把动态数据改一下，哪需要动态的？图片是不是动态的？图片动态的，把删掉。断断加加了，这需要拼串呢啊！从哪拼 ？product 当中取个叫点 get 什么东西啊？有个叫 p image， 对不对？还有什么呀？还是名字吧？断断加加加谁 ？product 点 get p name 是吧？这还有商城的。哎，价格是吧？这东西啊，这个叫 P R O D O T product， 哎，不对不对，断断是吧？加价啊， P R O D O T product 点 get 叫 shop price， 猴子嘛，对不对？其他你别管，你说跳转什么咱不管，他们做那东西的嘛，是不是再刷一下？这什么数据吗？哎，你说这怎么还这样呢？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 DIY 块不够长，明白吧？你可以这么搞，你怎么搞啊？其实你可以这么看，用开始工具往上一看，就因为你 DIY 块不够长呢，把所有东西挤下去呢，怎么办？你可以加个东西嘛，在这儿加个 SQL style 等于，这能看懂吗？这 DIY 块的高度啊，这多长啊？这个多长？能看到多长吗？上面显示多长吗？是吧？201是宽，230是高度啊！你把它垫高点就行了，250。
回到这儿再刷啊，把它关上吧。这些数据现在都是从哪读的？数据库读的，明白吧？这就是你上京东，京东那个那上面商品的数据都是从京东的数据库读到这儿给你显示的。看着啊，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我们这 demo 啊，这 demo 虽然不难啊，但是你第一次接触啊，我们这个 demo 为什么问大家？我仿它不是仿 CSP， 因为我准备数据从数据库读数据是在哪进行的？是不是在 Sunlin 当中进行的？是。哎 ，OK， 再回到这问一下，为什么我在 Sunlin 进行，我不在 CSP 当中进行？因为 CSP 是显示的。哎，你看着啊，问大家，你回到这儿看一下啊。哎，我把这儿的代码。跟你安全性关系不大啊，但是你把这儿的代码，这是读数据代码，你把它 Ctrl X， 我问大家，我在这个内部，我一个 Ctrl V 行不行？可以。行吧，一样吧，你通过这是不是本身也是个三 V 的？读到数据本身这不就显示的吗？但是我现在让它建立一种思想，什么思想？不是分层思想，不是分层思想，还没到分层的事呢啊，不是分层思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动态网页开发，尤其我们学 Java E 对不对？Java 一的同学，然后在动态网页开发的时候，有两门技术都可以做，一个叫 Server Gate， 一个叫 CSP， 大家发现是不是都能做呀？但是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不同啊。Server Gate 的优点是什么呀？它能写代码，是吧 ？CSP 优点它是能显示页面方便吗？我你看啊，我页面当中我是不是你看这代码，我是不以后不用这么一句输出啊？对不对？不用记住，这是 CSP 跟 CSP 优点。我们现在我让大家要记住一种什么思想呢？如果是去数据库访数据，属于 Java 代码的东西，我写到哪儿 ？Server 里头。CSP 当中，我要进行页面显示，我要用什么显示 ？CSP。中间需要个纽带，这个纽带就是通过 request 加转发，明白吗？哎，我需要大家把这个模型给我记住。当这个模型不成熟，明天我会给大家讲 MVC。加三层架构，将 MVC 加三层架构之后，我们后期再开发，全部都是 MVC 加三层架构。今天先把这个代码给我实现了，稍微找点感觉啊。OK， 我把这停一个。